主料：鸡腿菇鸡百50克，毛豆50克，猪肉片50克，辣椒一个，辅料：葱、料酒、生抽、色拉油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鸡腿瓜用手撕成条状，毛豆先浸控干水分，锅烧热放油爆香葱姜，放入肉片翻炒，腾入料酒、生抽，倒入毛豆，加入盐，稍许清水炒一会儿，最后放入鸡腿菇，炒至鸡腿菇变软入味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炒时先放毛豆，加一点盐，等豆子八成熟时再放入鸡腿菇。另外也可以先把鸡腿瓜入水焯一下，这样炒时更易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